I've been feeling so down, yeah. Can you tell me why I'm down, yeah. No friends of mine around, yeah. Now I'm picking up. 我打算今天给自己染一个头发，我从来没有染过发，不知道会染成什么样子。第一次染发就要自己在家里染，还是有点小紧张的那种。染发剂买的是这两个，这是我去年的时候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的，结果一年了，它一直在我的房间里面吃灰。现在我一定要用它。这两个颜色我想说先用这个吧。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热门色，我看网上的视频的教程都是用这个颜色染的，然后我刚好也有这个颜色，所以我想说尝试一下。这个好像名字叫什么英国灰棕，虽然我不知道它可能有点绿绿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时候染出来是什么效果吧。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，我头发现在超级油，因为为了染这个头发，我已经3天没有洗头发了，听说这样可以保护头发。你们看一下我染之前的一个发色，其实我头发本来就是有一点黄黄的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包装给拆一下，看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。这外包装长这样，有一个这个，然后一号液体，这个应该就是它最后染完头发洗头发的那个护发素，透明初。然后这里有一副手套，这个是二号，然后这个是一号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倒到这个里面，教程上说不要，千万不要这样子摇晃它，就是把它倒立过来5下，对，就像这样。OK， 我觉得我差不多了，这一瓶已经用完了。因为我头发比较长，所以一瓶得用完。我觉得有点搞笑。好啦，我现在像不像个和尚？OK， 那这一步差不多就是这样，然后现在接下来就是要等40分钟之后再见，拜。现在已经等了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了吧，准备给它洗了，然后看一看染头发是什么效果。我现在要吹一下头发，有点紧张，我怎么感觉还没用呢？自己现实中看啊，有一点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，就是感觉有一点点绿，然后有一点点那种小金的那种颜色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颜色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我的头顶染的还算不错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像没有爆顶的情况吧，对，就还挺均匀的，然后可能要上个妆，然后明天出门的时候再给你们看一下效果。我现在要准备带奶盖出门溜一溜啦，因为他等一下要洗澡嘛，所以打算带他出门溜一圈。Sit， 坐好。Sit， good girl。
别咬上。哎呀，你太肥了，都穿不下了。哦，没穿上。你看 ，sit， sit， sit。他就一直盯着这个门。要走吗？要出去玩啊？走吗？哪个？哪个？哪个现在脏死了？等他出去玩了，我们就回来洗澡了。看我一眼，看我一眼，给大家看一下出去玩一圈的比熊，下雨天出去玩的下场。啊？这个脚脚，我的天哪！还好你是要洗澡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点了外卖，先吃饭，然后再给奶盖洗澡。奶盖现在被打入冷宫。你看他的脚有多脏。我们点的这个面还挺贵的，这一份面要100多块钱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但应该是这个附近做那种蟹粉面的。哦，好不习惯我的新发色。先给它打一点泡泡，先让它泡一会儿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上奶盖了，上奶盖，看它怕不怕，看它会不会狗刨，把它不要舔了，你别舔呀。狗崽子洗完澡的样子，哎呀，洗完了就是不一样哦。
洗完澡就可以到床上玩哦。嗯，你开心吗？滴滴上，然后准备去跟朋友约一个密室逃脱，然后再去吃韩国城的一个韩国烧烤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头发，我觉得是有点那种发橘的，不是那种他的名字的那种英国灰棕，不是的，是那种有点橘的那种颜色。你看出来了吗？Hello， 我们现在正在玩剧本杀，给你们看我今天的服装。还有个帽子。还挺好玩的，就是只不过是我们几个人都是第一次玩剧本杀，本来还以为是密室逃脱，结果过来发现是剧本杀，还挺有意思的，就没有玩过这种要换装的剧本杀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啦，吃饱饱呀！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我现在在室内的发色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是有一点，现实看还是有一点，就是橘棕橘棕的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。然后今天穿的裙子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就是Petit Studio 给我送的，然后它是整个是这样。今天好像没怎么给你们看上身的效果，没什么机会拍整体，不然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是蓝色的一个碎花裙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你们如果就是想要买这种带点小复古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带点小复古，但是它这里可能会就是胸这边稍微有一点点低吧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，整个效果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们觉得好看吗？我今天化妆就忍不住再换一条裙子给你们看，这个是 Petit Studio 他们家给我寄的第二件裙子，也是这个小碎花，然后它这个是小向日葵吧，就很夏天。我之前有自己买过他们家的衣服，我想换那一身给你看，因为我觉得那一套是我在他们家买到最好看的一套裙子，我给你们试试看啊。这个就是我之前在他们家自己买的一套裙子，我觉得这一套真的很好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这一套是我大概是去年回国的时候，去那个成都玩的时候就穿了这一套裙子。这一套是我觉得我在他们家买到最满意的一套裙子，然后他们今年好像也有这个花印的一条裙子，但不过不是这种两件的，他们今年的那个款式。干嘛？你要进来干嘛？他们今年的那个款式是那种吊带的裙子，不过我觉得这个印花还挺好看的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官网今年是什么样的版型吧。 Anyway， 就跟你们小小的分享一下他们家的几件裙子，我觉得应该会有女生喜欢的吧。 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 Vlog， 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忘记奶盖，奶盖给你们说拜拜。喂，看，奶盖，好，奶盖说拜拜，拜拜。Always looking for the way in this bubble, lost, but it feels so safe.